哎呀妈呀，大姐，你这毛巾都多久没洗了？这么大的味儿，上面全是螨虫和细菌。啊，怪不得我最近脸上冒痘，那该怎么洗呀？我来帮你吧。方法很简单，牙膏挤出5厘米左右，然后放一大勺食盐，放入适量温水，用毛巾在里面浸泡3分钟，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效果。之后呢，咱放点洗衣液，给它静置20分钟，揉搓一下毛巾，晒干净，毛巾就和新的一样了。